有没有人猜一月的高招 S 忍是谁啊？现在根本就没有规律啊，概率太小了。要我看，那干脆就别猜了吧。已经有小道消息啊，锁定了一月的高招 S 忍究竟是谁了，就是大家心心念念已久的双神威卡卡西啊。至于这个消息靠不靠谱，还需要大家自己判断呢。但是由于一月是周年庆啊，所以火影手一月的高招 S 忍啊，一般来说都是选一个人气非常高的，比如说千艘匪间宇智波斑、埃算因的死水、决斗场底层机制白面具，以及调整始终处于文件夹状态的小丑鼬啊。23年上线非常炸裂的死门槛，可以一脚把对手踹死。24年更是现在的版本天王紫狗啊，作为火影手里面的人气担当啊，卡卡西啊绝对是有资格上一月高招的。回想一下他的上一个高招形态啊，还得回溯到2017年了。其实很早的拆包啊，就拆出了双神威卡卡西，好像还有专属通灵和秘卷，甚至还有专属的替身呐。众所周知啊，双神威卡卡西是能够开启完全体虚佐的，这技能该不会是又有能够移动的虚佐吧？最近火影手游啊，这个移动金刚体真挺多啊，有移动的木人，移动的虚佐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个技能我个人用的不是很多啊。前段时间上线的虚佐之水啊，也有完全体的虚佐，不过是直接做了一个大招动画呀。那么神威卡卡西啊，如何在虚佐上能够有所创新，也是值得关注的点啊。其实想一下，目前这个阶段啊，能作为高招 S 忍上线的忍者真的不多了啊。虽然高招 A 忍啊，它的时间线被青年忍者所打断，但是我看了一下啊，高招 S 忍它的时间线还是没有断的，都在忍界大战期间。那么能上高招 S 啊，也就六道鸣人、六道带土、跟辉夜佐助啊，或者是斑以及几个影啊，总不能在这个时候上辉夜吧，对吧？毕竟还要可持续发展啊。目前博人传的忍者啊，的确是人气不够啊。这一点啊，策划心里面也是清楚的，所以把目前的一些强力忍者啊分散往后拖几年，我觉得也在情理之中啊。那么假如啊出双神威卡卡西，你满意吗？